Hello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阿龙啊。欢迎回来，我们《未未边缘世界》第三季啊，正式版第三季《魔族生存》啊，魔法世界的时光啊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呢就要想方法呢，再招募一点这个骷髅回来啊，就是再多做一些人回来，然后说服他们成为我们的伙伴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呢这边呢，现在做一个门，然后呢，我们干草不多，我们要用这个床吗？不过我们也没什么木头，就是，能不能用石头啊？能用石头，那就用石头做一张吧。那我们呢就准备的，去抓人了啊。那这边呢有一个哨所啊，这边有一个哨所。那他，我看了这边他给的东西啊，其实我还蛮想要的啊。那最重要是这个魔法原石155个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鬼啊。那他是给还蛮多东西的。那但我有点忘了这个到底有多少人了啊？来嘛，也不知道这个哨所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。嘛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或者是这一个呢，我有点想要说派人去摧毁掉它。那最主要原因呢是看看那边呢有没有会魔法啊，怎么样的人呢可以让我们去捉回来这样子啊。这边多了一个，也不是多了一个，多做了一个这个雕塑就放到我们医疗室这边来吧。然后你还没起来啊？为什么关这个壁炉会有这个开按钮的声音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出门吧。另外一件事就是看看如果有能力还不错的人呢，我就把他给复活成这个不死者来帮我们做事啊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还蛮多，这个囚犯的房间还比较大啊嘛，那之后再去调整吧。那我们呢，先去打这边吧。那现在是春天，可以直接从路边去收集莓果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啊食物问题。说起来我的母亲，对啊，我格斗居然去到13呢，这么高。打近战的魔法师见过了没？没有见过，现在就让你看看吧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呢就，我们家好像大部分人都是拿长剑的，不过我们的长枪品质又不是很好，鼻子有点痒，对不起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呗。那不死者加上我，然后再加个维拉和小兵吧。剩下的人手加应该是还好啦。小兵是冰系魔法师嘛？那冰是德鲁伊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们带上冰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带点油吧，让我们如果有伤者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油去把它给抬回来。不过其实我们会治愈魔法的话，其实应该不用太担心这个伤势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就带点吃的出门。那然后我们带个64个熏肉会不会太多啊？我们带50个吧，应该不用吃这么多吧？然后我们会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带点药草好了啊，我们带个50个药草，然后呢，我们带一点点的甘草。其实动物会吃那边的草，其实也不用太在意。那我们剩下的就去那些空出来的重量就拿来搬东西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往这边去。Let's go，只需要1天的时间啊。那我们这边就准备出发吧。那我们等等，画面直接跳到攻略那个据点那边去吧。现在说啊，是不是应该把小兵也加入
这个圆形的啊，洛拉啊，那我们带上洛拉一个吧。嗯，洛拉这算是一个很不错、很强的肉盾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让他们走一下，我们等等这个那个叫前哨战舰。OK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还有居然有 Omega 的情人，Omega 是我们家的这个妹子的男朋友。那看看是那个是谁呀、啊？不是的呀，来看看是 JEM 是你。你是他的情人，你能力有可啊，格斗还蛮强，不过有贪心这个特性，不过看在有初学者，那如果这一个人没有被我们打死的话，我们就把他给捉回去吧，那我们就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攻略方法了啊，直接硬刚啊！我们让我们的不死者上去躺的时候，我们就后面攻击吧。哦，这个研究的东西啊，把这些东西顺道研究一下吧。练一下我们奥斯丁的这个知识能力。好，上，那冰冰，那维拉拉就站在这边。防备一下，OK，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多赚了一点勋诱了。他们会攻击我们的圈民。好，那我们，队友，我们跪在这里面就好了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弓箭手呢，那就站后面一点，那然后洛拉拉来这边，来。来，走到这里，不要打我啊！结果那个 JM 谁？不对耶，他是分两边的敌人。等等啊，你是考验魔法师吧？对不对？心灵石阵手工有七，攀岩有四。建筑有四，好像还不错，这个是没有死的，来，凯欧去过去砍他，不过应该追不上，凯欧他是这个，不死者，移动能力比较弱一点，那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直接的进去，不行，我们要先建这个门。这个还没废弃的关系，我们，哇，我被人射了一箭，但这个完全没有感觉啊。好，来，冲过去吧！居然一箭秒杀他了，这么厉害！那你们两个就往前冲吧。然后嘛，尽可能不要杀死他。这个螃蟹会帮忙攻击的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冲啊！这个灯灵也会攻击我的呀。好，放你的范围技吧。居然直接炸死了，不是吧？你这么脆弱，哪里？怎么死的呀？我也帮忙啊，虽然有防护罩就是了。好，那看看啊，33岁的女性，能力值还不错。刚刚那只火魔法师跑掉了嘛？那这一只要死了没？
还没十，三这个有点弱啊，我们看一下颜色。哦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能建造，能采矿，色彩还不错，而且有学居者的特性，不会说觉得忧郁病啊，不会得这个忧郁病啊，那还不错啊。那这一只我们就捕获它啊，俘虏它，俘虏它啊，哎，那我们这边维拉，我们进去吧。这根本就是那个宿舍嘛，啊，好，那这边我们紧急啊，我们紧急的让人砍点树，我们要做一点这个这个牢房出来才可以去俘虏那个敌人了啊，那避免说这个这一只角色会死掉，那黑俊有超犬哦，现在才发现，强少智鸟，哇，直接，不对，没有治，没有把他的伤口给止血，但变成他可以走起来，来，这一只是还蛮不错，不过应该也做不到它，原因它已经站起来了啊，有点可惜。不过，我觉得它真的会流血到死啊。那算了吧，那就当这边我们没有做到什么好的角色吧。比较好的那一只就打，不是被打死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刚好，这个跑掉啊，居然有一只鸡在这，那这边附近也没有什么矿物嘛，那我们干脆就直接启程往下一个地点跑吧，那这一次我们带一点木头上路啊，那就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会发生说这个有不错的人，然后，要盖这个牢房，然后让他跑掉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往下一个地方前进。等等，这一个沙包，我发现会出这个铁矿了，哎，哇，这个不要不行啊，我们家是。还蛮缺这个铁矿啊，我们就把它给全部拆了啊。为什么这个中世纪会盖这个沙袋、沙包呢？有点原因，有点不明意义啊。我们就重组我们的远星队，带上他们丢下来的肉，这个食物。这两个干草我就算了。这些装备也算了。那这个护盾要带，为什么在中世纪会有这么就高级的东西啊？我还想了一下，为什么啊？那这个，铺铁屑我们就拿捡回去吧，反正，品质还算可以。那这个板夹我们也带走吧。那剩下也没什么别的了，我们就齐全这个铁矿，容量还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边了啊，哇，居然有3天时间了，有这个葛优他们受伤了啊，导致说这个原型队移动速度比较慢一点，这些东西就到我们家了，那快点把它们给拿回我们仓库里面吧。这个魔法原石多要一点也没事，也不是问题啊。之后我们要做这个魔法卷轴，该会是要这可以用冰系魔法是如何让土地充满水分可盐分，把沙地卷困成可以种植的土壤。哦，这一招还蛮厉害的诶。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装这个菜园子模组的话，可以用这一招把它变成，把沙子变成土一样的。哈哈，好厉害啊！
不错，啊，那我们这边呢也是直接，先跳过一下啊，他们一重要时间的啊，司机，我们站的一只动物叫司机啊，老司机哦，是我们家的狗狗，那狂鬼森林呢？哎，刚好你们在附近啊，刚好我们的司机就跑到这个房间里面去啊。所以他不想吃我们的狗狗了啊，那就不管他了，我们这边就跳一下吧。OK，我们总算是走到那个第二个哨所了。那哨所前哨站，那就是第二个敌人的据点。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现在是晚上啊，23点呢，就是晚上11点啊。我们来夜袭他们呢，那理所当然啦，这样我们这个克劳宾啊，在那边等他们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偷袭他们了啊。好，那然后冰冰啊，往这边过来一点，然后释放一个毒。嘛。毒不死他们也没关系呀，来过来帮忙哦，人多好办事，围攻他们。好的，然后，OK，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，这不要硬是要打倒他们了。哦，你是？好的，那。这边应该还有另外一队部队啊，不过这个我们，我们先打完再来看吧。不然也不知道谁比较强，谁比较弱啊。我们先打完再慢慢去选这个角色吧。那我们呢，进阶呢，站到这边来。这只女性角色哦，还蛮普通的嘛。这只啊，不过痴迷加纵火狂不行啊。夜孤狼性够不补王。医疗有七呀、还可以嘛。应该也没办法看到谁也捉谁。这不是所谓的风滚草吗？这个年头的风滚草是会打人的。改哟，我觉得会炸到他，果然。死掉啦，没关系，等等复活你。好的，那来找一下角色，越年轻的越好了啊。那贪心跟这个太多，你先装备这个武器吧。这个石头直接连这个头都没了。医务工作，那你呢？你倒在我脚边呢。格斗有9，悲观了。怎么好像都没有很想要我的角色？那个 Omega 的男朋友就不见了，就有点可惜啊。好，那我们先，这边是，可以把猫咪给叫唤起来。不过我记得可以是，它只能解散一只，全部一起解散。等等啊，我看，可以单一只解散了，那我们就来把我们改要复活起来，还有这只鹿。好，不过这只鹿呢，我们就释放掉。反正这也不是我们家的本来的路啊！好了，那改由，改由他，
这个幼体讲回来了，他本来是骷髅兵嘛，然后他居然这个幼体就讲回来了，太惊人了！哎，你们一直在打什么？哦，这个熔岩宠物好像是这样子叫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吧。那你呢？就往这边来。好的，那这边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。这个有中火狂啊，不行。还想说，只看到能力，好像说，哎，这只好像还挺厉害的。然后一看能力，哦，差点被骗了啊。好的，那丑角有这个。Monk 应该是母针的意思吧？然后诶，怎么我这只倒下了？哪里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好了，那解决状况。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吧。不过真的没有找到什么觉得还蛮不错的人啊。产于洛岸格斗者。这是单论这个不死者的话是还可以的，不过八有种植有八，那我看看这个是不是。也不是耶，那这一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复活，复活它帮我们工作啊。不，这不是有床吗？为什么不睡在那边啊？好的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有三只这个不死者了啊。那上一集一个不小心。烧掉那个尸体就算是拿回来了啊，这个人数回来了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打包行李走人呢。然后旁边有这个指纹地，我们就看看捡到的一些东西，那我们就拿去卖个钱吧。就算不能卖钱的话，我们拿去这个送给他们赚点这个，这个友好。度也是可以啊，那然后这个钱我先走了，这个腰库顿腰带也是拿走拿走，哇，皇家板甲哦，还蛮多不错的装备啊，这个装甲手套我们拿走了，では出発しましょう，我们就往这边来。啊，居然也要0.8天啊！应该是因为改由他们倒地的关系吧。好啦，那基本上让他们久，我们家里呢也是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，没有木头啊。这边就把种起来的荧光桦树给砍一砍，然后换点木头回来。那这个不愁，就是他们。打掉这个据点给的东西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它给捡一捡，回收一下，回收一下。我还蛮突然，好想要多几只这个可以帮我们搬东西的动物啊！现在才发现说我们家的这个富贵病啊！刚刚这个，哎呀，打这个。少说太注意啊，完全没忘了这个复位病啊！哇，这个农田满满都是复位病啊，植物啊，粥啊！不过刚好这边收成了，这边没有什么作物可以让他们全眼上去啊！布莱卡达，这边暂时先这样子，让他们去砍一下这边吧。
那其实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吧。那我们最后啊，把东西给交付给他们之后，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一集啊。那上一集我们稍微的整理一下家里的东西啊，那要营运一下家里的东西啊，那些物资啊，有的没的东西都要给处理一下。耶，我觉得说这个冬天会不好过，尤其特别是木头方面的问题啊。他要我给什么？这个，这个东西我没有啊。诶，他有人，他直接有人类可以买，有这个骷髅，奴隶可以买。那4881，居然还是母真呢、不过还是有点那个啥，情有品月库乐天派懒成熊，这一只也是太偏了吧，那以年龄来说，这些过了40岁的都不太想说啊买啊，我想买也没有钱，也不够钱吧，对啊，我应该不知道够不够钱，那就这些东西买一买吧。全新版家，诶，之前有什么有强化过的？哎，妈，那个不是重点，不要被我想要做的事情给蒙蔽了我们的想法啊。那我们就买这个800块的女性吧。那这个应该是能力上会更好哦，也不是哎，那我们就买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对，我们就买这一只紫色，这一只角色回家吧，不记得，那这样子我们回家呗。那虽然我们没有抓到想要的人员啊，不是跑掉就是被打死，然后，想说把那一只稍微的治好一下，然后发现说没地方去啊，也不是没有，是那个时候没有想到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至少多了一个这个不死者，然后还多了一只买了一只角奴隶，虽然现在他在我们就不属于奴隶了。又是我们的同伴了啊，那我们多了一个同伴，多了一只不死者，那算是这一集的目标，达成了啊。那我们下一集啊，就是要来管理好家里啦。哇，这个枯萎农作物啊，我不是叫你们去割掉的吗？你们到底去在做什么？好了，那我们这集时光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《边缘世界》的时光再见喽。拜拜。